21天带你学习羽毛球基础知识，爱上羽毛球，跟着洪游体育一起学习羽毛球。21天后，我在洪游等你来挑战。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要练习的动作是原地跳起高远球挥拍。首先，我做连贯动作示范。下面我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分解动作。首先呈架拍姿势，左脚在前一脚在后，然后重心自然向后，左脚抬起，右脚蹬地跳起，在空中双脚交换位置，落地时变成左脚在后右脚在前，